对，前面我在直播时候不是跟红兵在聊天，我看下面弹幕也有说他不好的，那红兵好像没有他那么激进，他们两个人各有特色，就是红兵感觉好像更加会让退让一点，没有串这么的 aggressive 一点，好像，对，串好像挺暴躁的，对，红兵是演的。就是，就算怎么样，就是红兵就跟他接触下来，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。就目前，因为我跟他今天也第一次认识，他也挺会说话，就是跟他交流，我会没有就比较放松一点。对，我跟红兵讲话比较放松，没有不会有一种压力，让我觉得这个人讲话要小心，完全没有，就还 OK。刚才酒谁买单？让你戴头盔，真的，他串力气真的好大哦，拉得我手都痛了。不过也是性情中人啦，他们也都是性情中人。录像里串狗猥亵，哇！串你一把三十包，没有没有，今天嘉哥买单，嘉哥买单的。嘉哥人真的挺不错的，他每次来，他如果有朋友过来，他会都跟我说：“哎，千万不要让他们买单，我来买。”嘉哥人真的不错。刚才不是嘉哥走了嘛？走了之后他们又在喝，然后嘉哥也跟我说：“今天我来买单，你不要让他们买单。”嘉哥人真的挺好的。对，我跟嘉哥刚才也有联系过啊，就说他嘉哥也说了，他说喝完酒，如果你真的发生怎么样的话，报警什么的。嘉哥人不错。他们其实这个也不是多么喜欢我啦，不是啦，这个只是出于男人的那种争强好斗的心理。他们本身可能内心也有点小过节，然后看就像小孩子一样嘛，一个要糖果，另一个看到也要，就是这样子嘛。他上厕所都不洗手，你们不要再喷人家啦。对，嘉哥他的私生活，因为我不关，我没有太聊这种私生活，就跟朋友相处，人还挺不错的。巴洛特是谁买的单？哎，这个我倒不知道哎。刚才我过去时候好像已经买了，我不知道，应该他买的吧？否则的话怎么出门呢？你的手回去要消毒。因为我还蛮佛系，我家店就是我比较喜欢交朋友嘛，大家有空过来就喝一杯。我倒也不是说怎么样，因为这店也没有很赚钱，就是勉强活着，所以就交朋友为主。串，你们来玩，当然欢迎欢迎，大家来聊聊天。粉丝团。因为我也没有玩过这个直播，今天是第二次，我没想到会这么火，来这么多人。看来嘉哥，然后红兵，然后还有川，他们的力量是蛮强大的，网络力量是真的挺强大的。对，刚才服务员还蛮他服我们的服务员也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把我拉出去，然后我店里的人就一路在跟在后面，然后就保护，因为川刚才那个样子是挺吓人的，真吓死了我们的员工。他串也是个暴脾气，不过我是想说，一般这样暴脾气的人，应该对女生应该会比较好吧？就通常来看，应该会对女生好。他还真串过他女朋友，不是吧？打女朋友，好吓人啊！不过这种会动手打女人的，我想如果真的喜欢一个女人，也应该会对女生也很好吧？应该真的爱的话，应该会很爱的那种吧？对女朋友更暴，我靠，真假的？川应该回去了吧？因为刚刚电话打电话，他应该好像应该还在，应该在安静的，应该在家里，应该到了吧？可能吧？我真是高看他了。红兵人挺不错的，红兵，反正刚才跟他聊天就很舒服，然后跟他相持，大家交流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他每个女朋友都打跑的，
红兵撸森林人。我真的没想到网络力量会这么强大，真的没有想到。那第二次直播会来这么多人，我平时都不玩这个东西。红兵还蛮可爱，他怎么可以这么会说话，这么会聊天？老板娘加个达芬奇专场逃不掉了，大家什么意思？红兵喜欢被女人打。嗯，你平时看吧，有时候我没有玩过这个直播，我不太懂。刚才我还是问店里员工怎么把镜头反转过来。红兵上海人，嗯，串刚刚跟果盘分手了。你的网友，网友小吴，哎，我前男友就姓吴。嗯，不过整体今天还是蛮开心的，让我有过一次比较不寻常的经历，嗯，还蛮好的。哇，你们真的是怎么会一直在说别人不好呢？我就今天看大家都挺好的，只是串比较暴躁一点，然后红兵们比较没有那么暴躁，没有那么激进。很有女人味。对，以前我有，之前有朋友也说我的忍耐度好像挺强的。对，我不怎么喜欢与人为敌这样子。不了解串，看串七年了，哇，串有那么差吗？真的是，嗯。但是他每个人都有坏的一面，都有好的一面嘛，对吧？我毕竟我也没有说是要跟他谈恋爱怎么样，我只看到他好的一面就好了。他应该也不会欺负我，不会打我吧？你好像有310，女菩萨。以后大家可以过来喝酒，如果是红兵的粉丝，如果是嘉哥的粉丝，我就请你们喝酒。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？哇，嗯，有可能，对，我今天跟他第一天认识，串那边又变身了啊！你菩萨，如果每个人过来我都要陪酒，真的，我不是每天喝死了，结婚啊，每天这一桌喝到那一桌。我一般不怎么喝酒，我每天都开车，我不喝酒，就大家来聊聊天就可以。我比较喜欢交朋友，聊聊天就可以。哇，看了很多年是哦。那有在想，如果他真的有那么差的话，你们干嘛还要看呢？对不对？不是应该看自己喜欢的人吗？401牌子好用啊。嘉和串一共才碰过两次。哦，是哦。那说明嘉哥真的是人不错啊。嘉哥真的人不错，因为你想，嘉哥他一直跟我一直说今天我来买单，我来买单，一直私下里也跟我讲，然后刚走了也跟我讲，说明嘉哥反而证明反过来说嘉哥人更不错嘛，对吧？嗯，张大龙又去酒吧了，串对吧？嗯，反正串也不在，平时也不怎么在上海嘛，没关系。老板娘，这个钱难挣，辛苦你了。也没有啦，就是大家聊聊天。他不喝酒，没人看。可能喝了酒就情绪放大呗。我今天我这是真的见识到了，真的见识到了。直播带货，我算了吧，我哪有这口才啊？哎，女人年龄不能问哦。对，他刚才拉着我，我是吓死了，我哪拉得过他呀，他那个力气太大了，哪拉得过他。不过就是我能够预判得出他应该就还好，不会去那种很，不会做一些很过分的举动，只是就他也只是纯粹的把我拉过去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这样子，就是后来也没什么，就很应该还 OK 的啦。
我就说了嘛，是男人那种争强好斗的心理，也并不是说有多喜欢我，就是觉得哎，红兵跟我聊得很好，男人小孩子嘛。今天消费了多少？几千啊，几千块，几千都是嘉哥付的。拿我真面子，那男人嘛，男人们把我，他那个力气，我不跟走都不行啊，力气太大了。今天涨多少粉丝我也没注意，我也粉丝怎么看啊？现在要看直播间300多，65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看粉丝，回头再看吧。嗯，我不太会看这个东西。大主播得了吧，就难得借，也是借着流量的光，也感谢三位啊，要不是他们三位，今天我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看我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要感谢他们。嗯，谢谢东北人的玫瑰花。嗯，谢谢谢谢。他没有他们好的地方啦，其实我不太喜欢去看这些不好的东西，也跟我第一跟我没什么关系，第二看了又怎样呢，对不对？我就看他们今天为我至少为我的直播间带来流量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帮助了我，也有让更多的人认识我，可能会来喝一杯啊，这就是好事情嘛。嗯，所以下次哎，我就后悔刚才嘉哥在的时候我没有开直播。对，刚才应该嘉哥在的时候我可以开个直播，然后大家一起玩一下，应该还蛮好玩的，就当笑话看了。粉丝90啤酒能打折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如果是你颜值高，是很帅的帅小哥哥，然后或者说是颜值很高的小姐姐，我免费请你们喝。哇，你看我们这边好热闹，还有人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在看直播呢，来我露个脸。我跟你讲，她是个美女，然后她开上这么好的车，她肯定有能力的，是吧？在上海。这是酒吧过来的小姐姐，不容易，我跟你们讲，家人们不容易。等一下，我让我男朋友。我跟你们讲，家人们不容易。等一下，我让我男朋友。